160平的现代富豪宅里，利用大面窗景映入城市风光，并以大理石、灰烬、烤漆与木作贴皮等酝酿细致氛围，搭配展示柜与玻璃柜体划分空间领域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：首先，在过道上安排跳色烤漆展示柜，接着悬空玻璃柜划分餐厨区，最后以窗景营造明亮卫浴空间。局部以银湖大理石衬底，搭组鲜黄黑色烤漆的展示立面，流露艺术美学与展示机能。大面窗景的设计，充沛自然光与城市美景尽收眼底，室内更显开阔舒心。餐厅与厨房间利用一道漂浮感的玻璃展示柜，形塑渐层视觉美感。主卧室以木质浅绿色为基底，搭配灯带呈现柔和静谧氛围。卫浴空间里，洗手台与浴缸皆沿着窗户安排，沉浸在日光的洗礼。新磐石建筑空间规划事务所的罗世哲设计师，在开阔的美学豪邸里，让收藏品转化为空间美学，加上穿透隔间技法，创造时尚的生活态度。